什么可以毫发无伤地通过师门结界？他们好像对师门的地形也了如指掌。我会查明真相的。
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敌人实在太多了。倘若大师兄咱们，我们绝不会输给这帮妖人。看来，只有靠我们自己了。Sure.
要不，咱们出去迎敌吧。你疯了吧？这些魔物威力惊人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我们那其他的人，不会也已经……师兄弟们死伤殆尽，就连丈夫也惨死在魔物的爪下，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咱们还是趁乱逃走吧。Hey!
物难道杀不尽吗？幽魂族的战士不会惧怕任何敌人。现在，把你全部的潜力释放出来吧。Shoot!
前，我创造这里，你守护这里。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先祖的灵魂告诉我，你的门派遭灵虚教袭击，是我九死一生把你救了出来。小李呢？他在哪儿？他被林旭教抓走了，我去晚了一步，没能救下他。别急，你的伤并无大碍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重拾你的战斗技巧。来，我们从头开始。首先捡起武器，并装备你的武器。连续按 X 键使用轻攻击。很好，接下来连续按 Y 键使用重攻击。不错，看来你的战斗意识已经渐渐被唤醒了。接下来，连续按 B 键投掷飞刀。闪避是躲避敌人攻击最有效的方法，按 LT 尝试闪避。移动的同时按住 LT 尝试加速奔跑。攻击敌人时按住 LB 尝试防御或防反。受到攻击倒地后，按 LT 尝试倒地闪避。受到攻击的同时按 X 和 A 尝试混元气挣脱。你的武学天赋令人诧异，按下右摇杆锁定敌人，然后把他干掉吧。当敌人数量较多时，可
以选择智取。走路不会惊动巡逻的敌人，慢走到其身后可对其发动终结技。轻推左摇杆走到敌人身后，按 RT 进行处决。看得不错，你很有幽魂杀手的潜质。最后用你所学到的技巧把所有敌人消灭掉吧。较大时，他的攻击会出现霸体状态。你可以使用嗜血印主动技能击破他的霸体状态。
你可以使用嗜血印主动技能，借酒消愁，恢复生命。这又是哪儿？这里是灵虚教暗中建立的庞大的秘密通道。这些通道遍布世界各地，修容于地下或阴暗洞穴之中。我的妹妹也囚禁在这里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灵虚教抓走了你的妹妹，定是想将她献祭给混沌邪神。小李，之前我已经唤醒了你的嗜血咒印，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。这里机关重重，道路曲折复杂，要小心。